永金阳明贵公司有40个大项、61个分项、481个小项目，其中包括31个奥运项目和9个非奥项目。亚洲45个国家与地区代表团11,830名运动员和5,711位绝对官员，这样一个参赛规模是史上设项最多啊，参赛人数最多，竞赛组织难度最为复杂的一届亚运会，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啊综合性这个体育盛会之一。那么自9月19日至今，已在杭州奥体中心场馆群等54个竞赛场馆啊顺利完成了28个大项、37个分项、432个小项，共计5,295场次的比赛任务。那么截止到10月6日，也就是昨晚，本届亚运会已经产生了432名的金牌，有27个国家与地区的运动员啊获得了金牌，有36个国家与地区的运动员登上了这个我们的领奖台。那么截止到昨天晚上啊，累计打破世界纪录啊15项，亚洲纪录28项，亚运会赛会纪录150项。